哦 ，Hero 还真有可能摔，是吧？我 B 站叫 Hero， 是吧？看过他好几次呢。啊，右边是努努，对了。好，弄珠选了 Hero 的颜色，这俩人衣服还挺配。弄珠选的是 Hero 的库巴颜色。Three, two, one, go！ 刚才就是他俩打，上来喷火，好的。哎，那努努这个横气之后没有再接，他可能觉得不是真连吧。要是猫哥，肯定不是一个后逼，就是一个前逼过去了。哦，这个一顿。其实刚才那个是什么，就是库巴喷火的前几秒的时候，你虽然顿住了，你可以往前往他身后 滚过去是吗？他前面那几下火是可以滚，如果你离他特别近的话。是这样的。对啊，就告诉大家一个很有用的小知识啊。哎呀，原来用那个处理也可以一顿。对，那样其实也行，就是比较稳一些，可能受一点点伤害。哦，可以吗？刚才那个可以打到，我好像就是差了一点点。哦，可以。或者打的有点出于蓝。因为这个力回还是可以的。嗯。哎，跨边太久了。但是策瑞其实没有特别好。哦，漂亮，这是个真脸。特瑞没有特别好的挂边处理方式，这个我感觉是漏盾了，要不就是松盾了，因为他是一个必杀取消。他第一下打的时候已经就空恩，其实很容易让骗人家松盾，因为空恩看起来连不上东西。对，就空恩打完盾之后高度很高啊，就是你要是没有必杀取消，肯定是会被抓或者就容易松盾，松盾出盾。现在局势还很那个什么，很焦灼。嗯，好吧。我现在状态可以了。完，努努在胜者决赛跟弄珠打的时候，喷火都不 SDI 的，一口火喷40%。刚才那个比较好。这种人，哎呦，直接爆！弄珠真敢熬啊！俩人都。一个顶着派瑞往前打，一个是顶着那对顶着那个下替打。哎呦，哎可以了，哎呦呦，急了急了急了。嗯，刚才那个其实还没有 DI 好，但努努没有跟上，跟上。这个底掉了。努努也连。对，没连太多。努努其实这个应该学，应该那个什么东西。该学习一下死了呗。他上 他刚才不应该那么高然后再空闪回场。对，我推荐就是速降在上臂。嗯，因为他上一把打弄珠的时候就吃了好多空闪，被火喷了，对，喷了好多伤害。弄珠开始其他队还好，我的话可以出去。哎急了，就是还抢 jab 了，哎呦哎呦，还抢 jab lock， 刚才那上臂刚一出去，哦，这是爆，啊，没爆，他爆了，哦，下现在还有机会啊，还有机会，然后这个应该攻上，哦，输了，那个能点到吗？能啊，我感觉他40%左右都能点到，弄珠可能他，但是他那个是一个是 buffer 一个攻上，那个比较就可能。要求高一些。哎呦，差点。游戏回来了。喷火打伤害可以。还是全都挡住了。哎呦！哇！哎，又是又是那个。哎！慌了呀！慌了！一个臂转。对，刚才那一下反应过来，他妈一个下 S。可能就没了，弄珠。对，慌了，弄珠慌了。弄珠现在是有 reset 的那个什么，不用慌呀。他是不是想，其实想下臂啊？刚才出去，下臂啥呀？走到那边下臂又杀不了，下臂击杀不行，除非你碎盾。这张图其实也比较适合库巴。
他比较矮。哎，不准。哦，漂亮啊！我一下打32%，哇！上来就爆啊！哇，他一个59%，哦，还想还了吧？他是吃准了那个跳跳空位的那块。现在对那火的处理其实挺好的，但弄出一个喷火失误，自己也被打了40%。弄出力回起来了，弄出感觉有点难受了。对，就保持距离，对，横气，横气打你盾你就很难受。啊！这死了！这往上 DI 的吧？这 DI 错了。这有可能会影响公主的心态啊！哎呀，又不说了，啊、又不说了，又不说了，又不说了，37%了啊！啊，又是孔恩落盾上、啊，前头哦，前头挡伤害，哎，可以。不如这个喷火被努努惩罚好多次了，有板的话能绕过去。又要喷，好、哦、漂亮。哦、啊！大失误，这个是个失误，这可能是想下板了，我感觉。在板上放 ball gather 太危险了。哎、太贱了！弄猪现在为了赢，干嘛呀？是不是玩不起？不择手段，是不是玩不起？想下班了，想下班了，是不是玩不起？没赢过啊，这是，嗯，这是没赢过，没赢过。可以，现在1-1啊。好了，其实这个大地图打库巴其实比较好，我觉得。是吗？适合。拉开距离，然后跟他重新立稳，因为但是这两个角色、啊、不好说，因为特瑞其实也是需要近身的技术，但是我其实现在发现剑角色打库巴还是用大地回用攻击大一点会好一些，库巴近身太危险了感觉。哦哦，好后撤。你看他那个手边手段其实挺匮乏的。特瑞的手边跟接把人一样，要不就是傻，哇、哦，弄住急了呀，急着进攻，还有，这就是明显被喷火喷着急了，就容易就是这样，老想喷着想往里走，老想过去跳过去惩罚，但是他那个收火，其实如果你已经在空中的话，他喷不了你多少。刚刚几百分比其实没必要，刚也杀不死。哎哎，哎对，我就知道他要。又是这个，往后跳，要往后面。其实你看他往后跳，你直接往远来滚就行了。滚，对，就重新立回就行。哎，弄出这个爆还是非常精准的。他刚才也是爆好几个那个灌篮。对。对，哇、哦！这一个，这确认的挺快的。这特瑞，这就是特瑞的优势。我以为扔死了，把红光了都。来装懒人了，没招了。哎，弄猪他这个太准了吧？他们上板被两次，对，两针，真能蒙啊！你说他那个，但是他上地可能确实。他刚才说的是持续真长，对，持续真长一些。哎，还想转，优势很大、啊、其实。哎，努努这个老师没打到就确认一个那个什么，哦，这个很漂亮，哎，这个好。考虑一下，但是努努现在有够啊。哎，这直接打断了、哎，没坐到地上。哎呦，失误了！刚才那个失误其实是可以接的。
其实看看 CCC 对努努就稳住了，其实他应该现在稳住等着等着努努过来，这一个突然肯定死不 了就摸就摸两边努那个先就摸就行了，疯狂摸上啊，好疼摸好准，那是暴露针还是什么、那个我感觉可能还是感觉这是暴露针的，对但有就是特瑞他那个回场还是你得把握那个距离，而且刚才好像不是那个蓄力上臂的那个回场，不是那怎么看呢，那蓝光就是啊，你这知识水平理论地怎么不行了，理论地你说啊都是你说的，那蓝光你看都是你说的啊，现在是弄珠手握两个赛点，估计现在很稳，对弄珠这个跑抓还是挺这个弄珠真是悟了，他特别喜欢这个库巴那个抓的特别快，然后对距离也长，但是这个 DI 错了啊，一套就打了到55%，现在双方下来，对现在双方哎呦这是手边，其实有时候弄的手边叫那个老乱动、这个抓下来好长啊，这个放针很漂亮，其实近战的就是特瑞的优势，只要能打到你对了哦，我们又吃了一次这个，但是从这个 DI 死不了，对对这个 DI 有问题啊，这个飞出的角度太高了，太垂直了，对应该是往应该往斜下点，往右上，对往右斜下哇，对然后右上飞、哎、他这个上踢真是 无赖啊又抓上，太赖了太赖了太赖了，上踢又能抓上正常上板又能抓翻滚、yeah、哇这死了，然后现在又回到了军事场面，好抓又来、哎、输了漂亮，哎呀这是 DS 这 DI 要输啊，可能弄出反应慢啊，没反应过来应该往特瑞身后点，哎呦电梯，对三连空上虽然伤害也不大，侮辱性很强，对小马里奥，哎呦呦哎直接灌打的弄出都直接灌头盾都没有了，对哎呦急了又开始 jab 想 jab lock原地抓了，啊！这真是急了。这个其实有机会是 S D I， 但是我发现弄珠从来不 S D I， 可能是不是因为我不知道库巴是不是因为太大了，太大了放弃了，对 S D I 不出来啊。啊，这个漂亮，这个是有 D I 的动作了，往后 D I 就行。哎呦，弄珠有点着急了，盾摁不死了，现在。看，开始熬，有看到你看这都很难受啊。其实你可以，其实你看弄珠每次都把盾摁的特别死，其实你可以后滚，有机会后滚也是可以，抢出来一招，或者说跳，就你要知道他哪一招打盾的时候，那盾量比较大的是可以跳出来。哎呦完了，死不了，哎呦。差一点儿，我以为他差一点都 OK， 好漂亮！他那手边啊，哇，这个上踢太猛了，无敌了这个上踢，又勾了，后撤狼炮，哎，没使出来。但这个你看，这个角度也是还是有问题，这个弄这个 DI 我觉得还是不对。虽然应该 DI 对人死了。对，但是我看他那角度还是不对，应该更往斜上一些。可以2-2了啊，能不能下班就看这把？感觉努努现在力回还真是越来越好，这猫哥可以学习一下，是吧？猫哥，但是努努有时候他就确认还是有问题。就比如 jab 打到盾了，还是跟一个后，就是跟一个后臂啊这种的。对，
那个收益追的没有问题。啊，这张图其实我觉得不适合特别，但是因为是魅族选的，好漂亮。哎，哦，那个地方就很难受。那个你要不就摁死盾，要不因为那个盾没法往后退，对啊，没空间，也跟这一样，就被科瑞关到板面去了。其实你如果反应快，你第二个下踢或者第一个下踢就往就起跳，跳是吗？对，找机会。这个也很难受，大刀了。这抓兽身就很难受，那种东西他一般喜欢普通兽身，他不后滚。哎，这个感觉坐也坐不到地上了。对啊，想多了，这死不了。上去 ，nice。哎，好，打到。这我以为弄珠他应该是顿住了呢，我操，这190杀不死。然后一会儿弄珠反杀了，弄珠心态崩了。这个点了，哦，看这只手边，看这只手边，又毒翻滚，哦，哇，这还能覆盖普通上把，这太赖了，真被我说到了，190没杀了，对，然后被毒了个 S 给他干死，哎，还行，我感觉弄珠悟了，他怎么什么都能覆盖普通和翻滚，弄珠悟了吧，对。就换着用其实是一个东西，对，但是其实干的是一件事。努努他上板有一个，努努他上板有一个他不怎么用的，他不攻击上板，对，拖边拖边什么，刚才你像刚才直接一个拖边一个狼炮对对对就死了。然后就猫哥就很喜欢这招，猫哥就特别喜欢拖边狼炮，是吗？对，就是，这头不死了啊，但是哎呦，哎，可以着急了，接个够，好，现在弄到手边，抓可以一直，我以为他要那个，哇，哦，这个可以啊，因为我够就没办法在板边，这个人你也那直接死了，对，拉到小了，刚才快交换了，刚才没办法，现在大家就属于军事了啊，最终一场面，这个距离不够，就是荣若刚才还好没打到那个头，荣若刚才又输了，打到头的话感觉就要被反击，库巴空招还是抢不过的，对不对？特瑞空招其实挺强的，一个空温一个空前，我的好空下，哎，对，就踩到了，但是他那个特别高空的空下是来不及惩罚的，他还能跳，哇，哎呦 ，OK， 反向，这也就无脑特瑞无脑转向啊！我操，这再吃一个，这现在都有机会。这个都没有。其实这些人往后撤更好。死了吗？没死。这个好像不是那个中的。就现在特瑞往后撤比较好，就主责任我近身的没必要。哇！哎，没死没死，这个 DF 还行，这刚才弄珠是设计好的吗？我觉得不是啊，这都被太赖了，没意思，睡觉吧。恭喜 CZ， 太赖了，上期太赖了。哎，好，恭喜弄珠王者归来啊！